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乐言。这是一款智能戒指，可以解放你的双手，缓解你的疲惫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大家看这个戒指上是不是有些符号，特别像视频的播放键和暂停键。你猜的没错，打开手机蓝牙，连接到戒指，它就能帮你实现下翻视频、给视频点赞等动作，让你不用抬手也能哈哈大笑。支持苹果、安卓、鸿蒙系统，兼容多种视频软件，操作流畅不卡顿。听音乐时不想用手机播放，戴上智能戒指，轻触指尖即可实现音乐播放、暂停、下一首等功能。喜欢自拍，想要美美的，可是手臂不够长，只能卡大头照，怎么办呢？戴上智能戒指，无需自拍杆即可远程拍照。高稳定蓝牙芯片，一键连接蓝牙，稳定传输蓝牙信号，即连即用，方便快捷。有人问，万一我带它出门没电了怎么办？智能戒指内侧设有磁吸处，轻轻一碰即可充电，一次充满电可用12小时，待机整整8天。智能戒指还配备了 IPX8 防水级别，可以带着它洗手、游泳，都不在话下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。环抱式取暖器，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允熙。南方冬季阴冷潮湿，取暖是一个问题，特别是在没有集中供暖的偏远地区，人们更是阴冷难熬。别担心，有这样一款取暖器，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环抱式取暖器的双边采用了磁吸扣式设计，使用时会在受热体周边形成一个热量圈，锁住热量不流失。与配置的脚垫一起使用，让你温暖加倍，感受泡脚式的温暖。
环抱式取暖器内置有感温保护丝，当取暖器45度倾斜时，会触发断电保护机制，不再担心意外发生。环抱式取暖器，环保认证植绒材质，与360度全包裹式的加热取暖设计相配合，不仅加热时无异味，还能轻松锁住热量不流失，即使在寒冷的冬日，也可尽享阳光般的温暖。与此同时，这款环抱式取暖器还采用了无线红外遥控设计，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，都可以轻松调节温度，助你舒享温暖冬日。这款环抱式取暖器收纳便携，适合居家办公多种场景使用，为你提供恰到好处的温度，让你不再因为湿冷难耐直跺脚，和寒冷潮湿说拜拜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微型喷墨打印机。你是不是也被开场这个神奇的物品吸引了呢？它就是今天的主角——微型喷墨打印机，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。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允熙。不同阶段的精彩与美好，只有定格留存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去认识可以定格美好时刻的神器。这款微型喷墨打印机采用了多通道热发泡喷墨技术，在保证超高打印质量的同时，还可根据不同需求，在多种材质上进行多种单色打印。像这么小的手持打印机，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碰到手抖的情况，那它又是如何保证图案的连贯性的呢？内置的光学传感器和惯性测量单元可实时跟踪打印机速度和方向，不管你的手有多抖，打印速度有多快，都能保证打印图案的连贯和稳定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它可不仅仅只是一个打印机这么简单。当我们用手机将孩子的 DIY 作品拍摄下来后，通过无线与手机里的配套软件进行连接，就可以直接打印出来，让每个物品都变成个人的专属定制款。20毫升的大容量一体式喷墨墨盒，单盒墨盒可打印多达600页 A4 纸的高清内容，同时还支持多行拼接式打印输出，可满足人们对大幅多行内容的打印需求，最大可拼接打印208毫米宽度的内容。定格美好时刻，珍藏岁月痕迹。有了这台微型喷墨打印机，就好像随身携带一个得力助手，不仅让打印变得更加便捷，还能锁住瞬间，让美好生活轻松可见。